由黄渤、王一博领衔主演，刘敏涛、岳云鹏、小沈阳主演的青春励志喜剧电影《热烈》即将于暑期档7月28日上映，上映倒计时18天。《热烈》官方账号连日发布多款短视频，在全网掀起讨论的热潮，这里真的要来啦！王一博电影《热烈》，《热烈》目前是暑期档带映电影里热度最高的电影，其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短视频平台都热度登顶。《热烈》是大鹏导演执导的第5部电影，也是大鹏导演亲口所说他最好最成熟的一部电影。《热烈》是一部电影市场少见的类型片，是第一次将亚运会竞赛项目街舞纳入电影进行演绎的青春励志喜剧片，因此这部电影不但让观众朋友们备受期待，也引起了电影行业同行们的热切关注。电影《热烈》热度登顶，《热烈》官方账号新发布的短视频登上了抖视频榜 TOP 1，是电影里王一博饰演的陈硕看到刘明涛饰演的妈妈代替自己在舞台上唱歌的感动落泪画面。这段视频迅速冲上热搜，引爆无数观众的共鸣。截至小编发文，该视频已获得85.6万点赞、6.5万评论、8.5万转发，应该很快就能突破100万赞了。王一博登上抖视频榜，他的一很多看了视频的观众被王一博自然的演绎感动到落泪，在评论区哭成一片。也有不少观众惊讶于王一博演技的突飞猛进，他真的越演越好了，没想到王一博这么会哭。热烈宣传视频评论区热烈，除了感人至深的亲情戏，还有爆笑的番外，大鹏导演给岳云鹏饰演的舅舅安排了一段和曾经的爱人柳岩饰演的燕子充分的戏码，也成功激起了观众朋友们的回忆杀，大家在爆笑中将热烈宣传出圈。该视频获得了139.4万点赞、22.7万评论和66.9万转发。岳云鹏、柳岩、热烈番外宣传视频，暑期档带映电影里，热烈的阵容真的不容小觑。除了青年演员、优质偶像、顶级明星王一博外，还有影帝黄渤、大众喜爱的喜剧演员岳云鹏、小沈阳、优秀演员刘敏涛等。从热烈发布的预告片和花絮可以看出，王一博在电影里塑造了一个与他以往荧幕形象完全不同的极具烟火气的底层小人物。王一博电影《热烈》，王一博在《无名》里的叶先生是精致阴郁孤独又狠辣的，《长空之王》里的雷雨是天之骄子，聪明自信又充满力量和勇气，《热烈》里的陈硕则是为了生活打好几份工，被客人无理责骂也只能连声说对不起，疲惫的身体既要扛起家庭的重担，又要为了心中的热爱和理想无限努力。王一博电影《热烈》，王一博的表演真实而不做作，看不出表演的痕迹，他没有夸张的动作和表情，台词自然的吐露，顺其自然，恰如其分的将陈硕的努力、忍耐、委屈、感动、不屈和坚韧表现出来，自然地带着观众走进剧情，走进人物的内心，去体会这个人物所经历的酸甜苦辣。怪不得会有观众感慨，之前只知道王一博这个名字，但一直对不上号，今天我记住了他，观众记住王一博了。观众被王一博的表演惊艳到，热烈作为上海国际电影节闭幕影片，已经小规模放映过一次了。当时看完热烈的观众们反馈出来的口碑就非常好，比如黄渤再次贡献了他不愧是影帝的表演，王一博也在电影里贡献了他最好的表演和舞台，热烈那种热血的感染力会让人抑制不住的想要成为荧幕里的一份子，想要参与其中。